天性的啊，这是先天性，妈妈刚生下来就是这样。她要上滑滑梯，她胆子还挺大，其实她比马奇朵胆子大多了。你看马奇朵还是不敢过来，马奇朵可怂，就在那边。以后都得跛脚了吗？对呀，我说咱们像马奇朵那个就是马奇朵，这个就是马奇朵呀。马奇朵脑袋好大，马奇朵不但脑袋大，脸还大。你看那个水桶腰，大屁股，还没打，在玩，在玩。呀，那个小爪子还搂着这个弟弟呀，还是妹妹呀？这应该是弟弟，还搂着那个弟弟。买个呗。其实还没人家胆子大，可怂。这什么品种的猫？这个是东北虎啊，东北虎。这个一直在打招呼，这个小老虎一直在突突突突突突。它也小胆小啊。胆大。哦，就它胆大是吧？哪个还行？那个挺活跃嘞。几只母，他还来逗他，你别看他，他还来马奇朵一打二，马奇朵就会欺负人家小的。跛脚之后怎么生存？跛脚之后肯定是给他安排一个就是比较他对他来说相当于比较好一点的环境啊，他想上去玩那个滑梯。跑的呀，你这咋？马奇朵这下开心了，这下有人玩了，不像不是那个曾经的怂的马奇朵了，这下马奇朵成王者了。看，你别看这个先天性跛脚这个啊，它其实厉害着了呀，它只是它个子要小一点。你看它，你看它那个爪子，它还抖。